劳斯莱斯哎，去上网看看要怎么买这种车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预备开始。我比较快。你吹得到吗？再看一间房子，这是绿色油漆的。小桃都喜欢那个电风扇，它就像闪电一样。然后这个楼梯都有地毯耶，这样子狗狗就不怕了，狗狗就不会滑倒，对不对？可以，谢谢。乖乖乖乖，早啊！刚刚11:30呢，我们就是快速的预约了一栋房子去看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说那个墙壁是绿色的，可是实际上看到那个本尊都比照片来得更加的好看一点，可能因为这边真的采光很好吧。果然那个屋主他们是印度人，所以整个风格很强烈，然后到处就是会有他们所信奉的那种佛像，然后那个家里也会那个烧那个印度的香，所以那个味道算是比较重的。但是他的那个楼梯有铺地毯，其实还蛮适合狗狗的，就是狗狗比较不会滑倒。小桃灯最喜欢什么？刚刚看的房子你最喜欢什么东西？那个刀，那个刀子还有他喜欢那个电风扇，他说那个电风扇像什么？闪电，像闪电的形状，他觉得那个很酷。所以小桃的看的都是一些屋主可能会带走的东西，电风扇不会带走啦。可是他还有看那个机器人，然后还有桌上的象棋，他也很喜欢。象棋，对呀、啊，你喜欢有楼梯的房子吗？还是没楼梯也没关系？有楼梯。有楼梯哦，混到。然后小桃的那个，我之前是帮他带一个吸带型的，就是只有增高垫的部分，很小巧。可是他坐了，他觉得屁股动，所以我们昨天去他给买了一个气座给你，当当当，你这样子就可以睡觉，你的头就不会掉下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继续。今天的旅程，今天要去哪里啊，爸爸？海边。海边吗？你想去海边？我去爸爸家都要去海边。好，那我们去海边看看好了。哇，那外面那一栋房子好漂亮哦，好有异国风情哦，好大间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西班牙风。西班牙风吗？哇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一区好厉害哦。哇，这街景好棒哦！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好像住这附近也不错哎，爸爸。这也太贵了，放弃。这也太贵了吧。Asian， 你怎么坐车就睡觉 ？Asian， 你累坏了，累坏了，你还要露鸡鸡给我们摸。其实我很累，我有时差。这里的时差呢是比台湾慢15个小时，也就等于你现在的时间减3小时，然后日夜颠倒，就是我现在的时间了。例如说我们现在是12:30，然后呢爸爸我们现在是加3小时，对不对？台湾现在就是凌晨3:30，然后我是中午12:30，所以呢我常常就是会一时开心打卡上传，然后就变得半夜发文。有谁半夜不睡觉的吗？我们想象中的画面啊，你看这种，哇，加州的沙滩呢，就是要在那边来漫步在这里，感觉很悠哉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好烫。沙子好烫哦，可是呢，大桃发现就是你不要踩表面，你要把脚埋进去，这样子就没那么烫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走路。里面的深层的沙都不会烫。啊，终于走到海边了。
海边的街景真的看起来好舒服哦。那很难想象的呢，其实现在是周末星期天的中午12点左右。我们本来想说虽然是假日，可是中午十二点应该没有什么人来海边，所以我们只是想说到这个观光景点来看一看，绕一绕。结果我没想到一位难求，满满的就是车子在这边，然后也好多人在海边哦。那虽然是中午12点，太阳看起来是还蛮烈阳的，但是其实它还是会有凉凉的风，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就是很热很不舒服。环境还不错哦。它是一整个沿着海岸线，对不对？就全部都是这种，每一栋房子有它自己的风格特色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哎，它跟左右邻居的房子都长得不一样。游艇，这边是港口。好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噔噔噔。小桃的你现在穿裙子好漂亮。我们刚在海边玩浪，所以小桃的裤子都湿掉了，妈妈就把我的裙子给德德变洋装。你跟你样子好漂亮，小公主。好了，我们买了新裤子了，噔噔。我妈换上这个了吗？这上面都是恐龙哦。耶、yeah, ！帮小桃的换裤子，好，变身好了，妈妈裙子回来了，小桃桃的新裤子，有帅吗？谁一直在照镜子摆 pose？ 哇，喷水池好漂亮，对不对？路边竟然停这种车，好酷哦！去上网看看一下怎么买这种车。好了，你说你喜欢什么车？浅蓝色的。你喜欢浅蓝色的。啊，后面是劳斯莱斯哎。哦，这改装改很凶的宾士。然后兰博基尼。然后 Acura NSX。那个是复仇者联盟的。对。复仇者联盟的。对。复仇者联盟有开过这个车。美国连锁的超市里面的很多食物都是有机的，然后我们继续逛逛咯。对，拿起来就是消毒的，然后擦擦手，对，这样手才会干净，消毒一下。哦，有机的草莓跟蓝莓，还有生鲜蔬菜跟果汁。你要不要草莓果汁？好多种哦。你喜欢蓝莓哦？好啊，给买一盒。一个蓝莓，一个草莓，好，两个7块。这个是小红莓，刚刚的是蓝莓，然后这个是桑葚。哇，这边都是饼干耶，太多了啦！这里的熟食也非常的有名，可以看到这边直接就是沙拉吧，然后跟熟食吧。你要这个、我要这个奥利奥，好可爱哟、它是柠檬汁吗？对，柠檬汁。你这边超多巧克力的，哇，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吃耶，这个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还有加的一朵的巧克力，这种一大块的，这太大了吧？这看起来很好吃耶，这种的，然后这里面是椰子。Asian 是什么脸？咦 ，Oreo 冰淇淋，好超喜欢的。像草莓冰淇淋哦。哦，这好厉害哦！这里有草莓，有香蕉，还有苹果，好浓哦，超浓的。它就这样是直接拿这些水果打成果汁，没有加任何水的那种浓郁度。那我们吃了什么？噔噔。有猪肋排，然后地瓜，很多的意大利面沙拉，蝴蝶面呢，好可爱。鸡肉沙拉，新鲜的烤蔬菜。今天吃的清淡一点。对。墨西哥食物。牛肉口味，它牛肉炖得很烂，已经很入味了。爸爸最喜欢吃墨西哥菜了。
我们刚刚在讨论说，哎，这边怎么没有蚊子，甚至连苍蝇几乎都没有看见。小桃德，为什么这边没有蚊子？因为我敢去保育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还买了一盒草莓，跟一盒小桃德想要吃的蓝莓，这两盒价格一样哎。我怎么觉得如果是我，一定选草莓？草莓看起来比较大。然后这个好了，你喜欢就好了。我懂。然后还有巧克力，买了两个，偷开一下，哦，里面有两种颜色，就跟包装一样，有紫色跟橘色。哎哎，你不是在吃冰淇淋吗？有没有像 M&M's 巧克力？还蛮像的啦，不过它里面感觉像是黑巧克力，那个巧克力的浓郁度不一样，这是大人吃的那一种，好好吃哦。你想要紫色是不是？你来，跟干味道一样吗？好，哦，小桃子好聪明哦，他因为我刚吃的是紫色，他拿橘色给我，他说你吃吃看味道一样吗？好，吃吃看，嗯，味道一样，这个就很常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 peanut butter cups， 大桃都会一直笑我的发音，好，一直纠正我。记得哦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哦，花生酱是软软的，你要咕咕看吗？嗯，它是咸咸的，咸咸的花生酱，嗯，好好吃哦。就最好吃的巧克力，最好吃的巧克力，这个那个这边这边这边第一个，还有橘色的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你吃吃。哦，哎。欸，它里面其实是有两层诶。小桃子，你在当王美吗？好多鱼呀！哦，there's baby one over there。有。小桃子找到朋友了，虽然他们两个一个讲英文，一个讲中文，语言不通鸡同鸭讲，但是还是玩得非常的开心。好啦，小朋友果然就是同言同语，很快就融入了，好疯狂哦，他们两个。来，懂日本呀？日本没有啊。好了，德德走了，我们去别地方咯。不要，我还要看鱼。你还要看鱼哦。哇哦，好，我们来帮 Action 做一个好不好？刷卡。哦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动了，然后他等一下会去车。最右边那个地方。你看他，好像太好了。哦，给我看看，哎，写的名字好漂亮，好给你。一直讲到 Asian， Asian 就问问问，他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。哇，这边都是意大利面，我喜欢蝴蝶面。那个面可以追狗的，所以我喜欢那个面。追狗上，小桃子喜欢这一个，所以我们买了这一个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意大利面的酱，哇，各式各样的酱料。把 Asian 捕获，哇，玩具区，这个好好笑。小桃子，你有想要吗？你要不要一个牌子？要。我们等一下去弄一个给小桃子，小桃子也好喜欢。好，结果呢，小桃桃说她也想要一个这个狗狗名牌，所以爸爸要来弄一个给小桃子的。那等小桃子的牌子。对。哦，你的这个好漂亮哦！我觉得是狗狗，然后这是阿比哥。阿兵哥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好，这叫阿兵哥牌，然后德德的。好，我们买了一些罐头。
哇、哦，爸爸买好多、哦。这个罐头很厉害哦，一打开里面就有料了，而且它就配意大利面。啊，煮了一下，那我觉得喜欢吃比较 Q 的，我们大人现在就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小陶德就他再继续煮好了。来，倒下来。好，就加这个。我们大人的是有加辣酱的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好，给小朋友这一罐。你看，它还有马铃薯，然后里面还有蛤蜊。我帮扎。好厉害哦！耶、yeah, ，我们煮好了。小桃的自己挑，他想要挑这个长得像吸管的卷卷面。然后我们大人吃的呢，就是弄得比较 Q， 就捞起来了。小陶德的就煮比较久，耶！我们终于用到饭店的厨房煮东西了。嗯，好啦，因为不想买菜，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弄个意大利面就好了。这里的罐头都太方便了。你要哥哥看我的吗？不要。要不要？我的不会辣啦，虽然它包装写会辣，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辣。哦呀，掉了掉了！你喜欢哪一个？好吃到都不理我了，你怎么都吃得那么可爱？是第几耶？第几谁？第几谁？第几叫了？好，是第几死掉了？你看带这个去学校，小朋友都会超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你就长得好可爱哟。Goodbye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想要看更多吗？我们下集见。拜拜！我是小桃子，喜欢一边记得按赞，也不要忘了阿福垃圾哦。你太皮了。